刚大家打队友走神吗？哇，看他们那队准备的怎么样？怎么比分？这样，加油加油！好，我跟你打哦，准备好了吗？哎，那个棍，那个棍，不要不要，不要开玩笑，不要开玩笑。哦，你打他，快点跑，你要快跑，打他要跑啊！你要去哪里？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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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真的要小心，没打到没关系，小心就好，安全好玩就好，对，好玩就好，对。然后今天是发球机，所以速度很慢，大概四五十可以吧，女生都打得到，可以可以，我们都打过，一定打得到，没有问题。哎，有学弟耶，我们动物生活学弟啊，哦，我们西方的哦。越来越胖了，你们。来，我们介绍今天的这个球员之前，我们先喊个口号。好了，好，我们一起来拍个口号。环岛挑战号 ，Let's battle！
将为各位介绍今天先发守备人员，背号七号赵亚斌，背号十六号阿妹，背号六十九号先讲啦，我先讲，他不在议会很呛。我跟你讲，我不要选而已啦，我随便票数也比你高。不，你还生不出小孩，不，软趴趴，不，不，那我输了，我交给你。哎，老板，老板，讲一下。我听到小孩这个，我直接哭了。好了，来，叫什么大头头工作室？我看根本是小头吧？哇，你好。哦，好无聊哦。哎，好弱哦。哎，这样不行啊。哎，叫一个凶的，叫一个凶的出来，叫一个凶的。怎么救？啊，怎么救？怎么救？怎么救亲？不要打球我看你们啦、喔、怎么样打球也不过而已啊你还有成语啊不是啊你还有成语我跟你讲你能不能跟一些女 YouTuber 飞半天也搞不到一个你到底在哪里我是那些台面下没讲出来，你是从头到尾只能搞一个，我要搞好几个。
你以为我他妈就一个老婆吗？老板，我真的只有一个老婆。先不要，不要为了一场球赛整个婚姻破裂。冷静，冷静。差不多了，我跟你讲，我们今天除了我们几位优秀球员之外，我们有重量级的开球嘉宾。重量级。我们今年中华职棒年度 MVP 入围者。入围者。哎，你出来，整个阳光就出来了。那个阳光的开球嘉宾怎么穿着你们的制服？哎、欸，没有没有，这样我们怎么办？还有另外一位也是很厉害啊。还有吗？真的真的，我们这个今年季中选秀乐天第一指名小鲜肉、哦，我们欢迎马杰森。马杰森，谢谢各位。谢谢。来，我们邀请这个周思齐跟马杰森跟我们讲几句话。来来来来，大家好，耶！明年看你的了，然后两队都是加油，全力以赴，全力以赴，谢谢。思齐，思齐，思齐。对，大家好，我是思齐。我们今天不会再拿亚军了。那我们今天会分成两队，好不好？我们这边右手边就是上方，不要看你们这队的，五十位。那左半边是我们的啦啊、我们今天有交100元的报名费，总共10000块，我们会捐给我们思齐的球雅基金。也有捐款箱哦，大家如果有一些闲钱啊、对，没买到五月天门票的，他、那个钱可以捐给球雅基金。如果没有买五月天，可以买7月半。对 对， 對，那如果还有，你可以一起捐，一起捐球雅，培养我们这个年轻的小将，好不好？耶、yeah, ，那进行我们的开球仪式。3、2、1，请开球。中外野手哦，中外野手，野手。下一棒，来我们的姑姑嘎妹上场。哎，你什么时候变左打了？你那边啊，另外一边啊。
他左边右边搞不清楚啊，边来准备好了，来喽！杀奥达！杀奥达！来，接下来就是我们的参赛朋友啦，加油！加油！一号参赛者。跳酒很多女粉在看哦。出去！我们刚才在牛棚，小九子打了乒乓球，结果一上场，压力太大。现在是第十二棒参赛者九号。好凶，这个手背好凶，漂亮，小饼漂亮，接着漂亮。第二十棒参赛者莎莎加油，莎莎，有打到，有上来就得分了，有，好凶，谢谢，好凶，对呀。台大的哦，台大西棒的哦，你不要给他压力，一直给他压力。坏球吗？哎呦，会选球哎。有人加油！有打到了，挂机。Oh no！ 大黑接到了，大黑接到，安打上垒。快跑！这已经最后一棒了，快跑！最后一棒了，快跑！
好凶、哦！赚到一分，赚到一分。赚。耶！攻守交换。我刚刚大概失误两次，那我就看阿嘎失误几次。
你先一发，你先一发，你先一发。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大家辛苦了，大家辛苦了。三二一，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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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怕他们等一下接不到球，太远了，我可能等一下又要很孤单的跑回来，有点麻烦。打出来，射出去啊！太大了吗？打到蛋了，靠呀！你真的打到哪里？神主。好了，给好。有没有专业的护理师啊？可以帮你处理啊。电浪滑。大萝卜工作室的简介是滑。整个一个漏接，一个二垒安打，好球！欢迎第九棒23号，二垒有跑者，好球！快跑！大吉漏接了，大吉漏接了 ，out！ 可惜，可惜。好球，好球，厉害厉害，都有打得到哦。欢迎第10棒24号。好球，赶快跑，硬，二垒的跑，二垒的快跑。有，好球，好球。轮到我们大头佛工作室的剪接组组长。雅竹，他有什么表现呢？什么？刚发生什么事情？让大家轻松一下。做好球，48棒哎！抓紧！
战棒的三分。三分，趴下海狗三分。老婆，女儿到了，要看最帅气的爸爸怎么打三分啊！我们全体队友加油！脚好像有李磊哦，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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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你看，主审主审要看，主审来了，主审要看，好紧张哦，主审才是主审才是，好的，
低端啊。我们现在只会得很多分。我完全封锁上方标杆，天天封死。但是没有关系，下一个来留。啊，这你最后一棒，我最后一棒，最后一棒压轴交给你了。对，一棒给了逆转十分，赶快准备。好，换我们上场，这局我们要零十分哦。上方标杆，加油！打点吗？我有一分打点了，哎、欸，我还有打点哦，好不好？
12-5，十二比五，七分的状况，七分其实是小小的，而且我们守备方有点累了，对，是你们机会，因为你刚刚去打的时候，马叔叔独撑大局，还有主持一小段，我觉得他会累，他用掉他3小时的功力，对对，好啦，轮到你们了，加油啦，加油。
样看，一比一平手。拿到我们的年度总冠军！那我们也感谢所有在场的朋友们，我们每人有参加的都会颁发一个棒球大师的徽章，好不好？不管输赢你们都有。耶！有什么感想？哇，我还没有参加过这么精彩的一个棒球比赛，超精彩的！真的也就是有这个，投手好厉害，对，投手好的。今天也非常谢谢双方不要看所有的员工同仁们，感谢你们热情的参与了，感谢谢谢。咱们的环岛挑战号非常的成功，所以我们一起喊环岛挑战号。Yeah!